个秃驴被我抓个现行吧。教育狗狗啊，还是得以爱的教育为主。忙着呢，没事，我来溜达溜达。这天挺好的啊。哎呀，不小心掉了一双拖鞋。哎呀，太不小心了。哎呀，我这腰还弯不下去。我先回去了啊，我啥也看不见，我先回去了。Later， 让我看看，还有没有人吃拖鞋？啊，这招管用啊，兄弟们。爸爸那是不让你们咬拖鞋吗？我是心疼那拖鞋钱吗？哎呀，痒死了。前段时间不幸被传染上了脚气，这玩意儿可是会传染你的啊，到时候你得了狗癣，你那毛就全部秃光、啊、爸爸这也是为了你们好啊。哎呀，终于舒服点了。那我不让你咬你也不能拉上面啊。啊，